我想今次其實最大得著的是我本人，亦都希望可以將這些得著跟你們這麼多一起分享，希望你們在未來的將來，在未來都可以慢慢一步去愛自己多一點，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。有几多嘢唔记得就珍惜都好，趁而家仲有机会，趁我哋仲有当下，好好地珍惜我哋眼前所有嘅嘢。今次呢一个音乐会记录咗我同好多唔同嘉宾，好多我嘅好朋友，好多经历，好多尝试，好多第一次。而我觉得原来每一次有得见面，每一次有得相聚，每一次仲有机会可以同过去嘅自己讲翻一声多谢，同未来嘅自己讲一声加油，你好。呢一切一切其实对于我嚟讲，可能系一个冇预想过嘅一个挑战，但系。我想今次其實最大得著的是我本人，亦都希望可以將這些得著跟你們這麼多一起分享，希望你們在未來的將來，在未來都可以慢慢一步去愛自己多一點，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，珍惜每一次跟你身邊你覺得重要的人
可以相聚的机会。最重要永远都选择做一个更加快乐更加好的自己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